走，重新开始。你刚刚怎么结束的不知道？来，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帽子给撬？这个能推到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。把这个吹倒，应该是。是的，莫迪错。拔这个棍子。拔这个，拔出来不得了吗？拔不出来。走，一根够吗？这狗头。够，这一根只能放这儿。再来一根。能撬。哎呦，仔细的扎根骨钉里啊！来。应该先塞，然后你先塞进去，然后再棍子放进去，再摆这一根，咱们那根塞进去。别捣乱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塞吧，去塞吧。塞进去了吗？你别跳了，杨老板。塞不进去。你别跳了。放正。塞不进去，你看。别着急。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就非得跳，把来抬那头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我不要，就不行，就抬不起来。来，我们一起用力来，这用力也行。松手，梁哥，松手，扶着我呢。你要干啥？撑杆跳吗？对呀、啊，看能过去吗？来，刚好七七点搬起来，然后我们那个啥，我们刚好，起来了，倒了。哦，七七真厉害，哇、哦，七七好厉害哦！一个人别棍子，一个人行了呗，真的是，扔个什么棍子？女中豪杰就是我们七七大哥。小飞，可以过去，我试过了。可以吗？可以扒到去。就看到，开了，是开了是吗？是开了点。不行，再失败，这姿势好搞笑，再拽一点就可以了。加油！这边过不去吗？可以过，我刚过去过了，真的，太简单了。再拽一点，可以过吗？可以过。这是左边啊，过来了。我好艰难。会卡我的头发吧？走，没有会卡头。会卡吗？这咋走吗？往下蹲一点，然后就可以过去了。找着你缝就进去了，不用等。走这边啊，扒住了，来我这边，你们配合一下，在那边把那边压上去的，要不你跳不过来。等我你过不来，杨老板。哦，你得把那边压下去，这边起来你才能跳。等会儿啊。好了，行，过来吧。快点跳，快点。好，来再来。哎，你干啥去了吧？琪琪怎么不站稳？琪琪，那没站稳呢。我站稳了。我走了，我自己走了。好。哎呀，啥？干嘛呢？我这包给我挤下来了。啊、怎么办？快点。这箱子不就是挤下来用的吗？不是放在那儿踩的那个什么？决定我去自杀了。别自杀，别动不动自杀，好活着。这有一个深井。I got broads in Atlanta, just a dolly in the family, credit cards in the scammers, hitting the licks in the family.